大家好，我是主播怡珍，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应具备的特质。隐形冠军这个名词似乎是近期探讨支撑国家经济成长要素的重要名词，主要是德国管理大师赫曼·西蒙持续不断地花了30年时间搜集、钻研、整理以及分析世界各国2700家以上的中小企业，默默在各产业领域中建立标准，有效大幅领先竞争同业，且致力于开发全球市场的中小企业。此类型的中小企业呢，则称为隐形冠军。以下呢，将隐形冠军称王的8项秘籍跟大家说明。一、领导力、目标、愿景。成功的企业领导者真正追求一个目标、一项任务，并能将心中一定成功的意念传递到企业内部，以及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伙伴身上。第二、高效员工。透过工作设计，让工作略多于高绩效的员工人数，并设计优良的工作环境，让企业内专业人才有效发挥长才，促进员工认同企业文化与价值，以工作承诺与高效率回报企业。三、深度。隐形冠军通常具有整合内部价值链的深度与高度能力，以创造企业独特性以及竞争优势，强化创造内部核心竞争力的做法。四、分权管理。无论是员工或市场，皆有分权概念。第一，员工透过分权管理具有高自由度，更愿意效忠于企业。第二，市场借由分权导致运用法律建立独立公司，促成组织结构变大变复杂状况下，仍然具弹性，保持竞争优势。五、专注。在思考外部商机与内部竞争条件的选择后，将精力集中于有限资源专业领域上，在某项零组件上或技术上拔得头筹，取得领先，并尽量避免激烈的竞争与正面的厮杀。第六，全球化。妥善运用资讯科技、现代化交通工具，打破国家与国家相异文化的疆界，以有效促成所经营之商品获得全球性的订单为目的，充分实现企业经营的规模经济效益。第七，创新。藉由结合市场需求与科技，促进组织内外相关人员的创意及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改善，并让客户与这些活动紧密的连结在一起，使创新改善成为企业与竞争市场上的有效手段。八、贴近客户。全心全力地为客户着想，所产生的竞争优势远远比行销专业更为的重要。特别是隐形冠军组织结构规模小，更容易贴近顾客，更容易建立与客户长期的稳固关系。然而，隐形冠军真的都是默默无闻吗？西蒙博士提到，低调和沉默只是表象，不是目的，要看你所在的市场是否需要你这样做。也就是说，隐形冠军对于他们的客户都是显象的，也是可以出风头的，不然如何让客户认识你的企业呢？最后，请你慎思，你的企业是否已经具备成为隐形冠军的特质了？以上是今天的分享，我是主播怡珍，我们下次见。